Hello， 我蒋哥啊，今天看到没有，帅气的 F1 赛车，我们来实际看看这两台赛车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除了外观不同之外，这台 R88 是怎样？我看看。哇哦，欧斯洛 R88 开轮式的，哇，培罗 PR4， 哦，快哦。哇，吼吼，我们试乘一下好了。哦，还没改就很快嘞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雷，不好意思，车子太快了，公路不好跑。哦，很爽哎，这个。哎呦，车头太尖了啦！还有地震车，哇！哇哦，欧斯洛 R88 耶！我们看一下车体有什么啦。哦，不一样的造型是吧？这个好了，双进气孔，嘿嘿。大车好像就是多了一点点啊。等等，还有前保险杆是什么？这个，哦，轮回赛用的，哦，所以冠军的比较斜一点，就对了。OK 啊，这两个什么不一样吗？造型不同噻。看引擎。加速都满了，引擎好像没什么用。看一下涂装，哦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它是白色的是吗？哇，黑色配这个还蛮好看的。哇，好蓝色，哇。哇，这要选哪一个？这个好了，比较亮。哎，那主色调是什么东西啊？前面的颜色，副色调是什么？后面的 ，OK 啊，我觉得是红色。等一下，车顶哦，车顶是什么？哦，后面有装这个防滚杆。就这样子吗？老流板哦，它可以做椭圆形的，大型尾翼啊！大型尾翼啊，加剧了，变速箱，超跑版变速箱。等一下，轮胎可以改什么？然后就是加颜色而已嘛。哎，看起来差不多就这样。走，实际试车一下到底有多快。哇！变得更稳了。哦，人生感觉不太一样哦。
那个四驱不太好开啊，我们就去改另外一台车好了。哇，随便开都超过了。哦哦。Hey, you got a lucky home.哇，钻过去了！哦，哇，好帅哦！过弯也很快呢。改这台车，耶！车体可以加这个防御升级啊，我们就改车体好了。车体是哪里啊？哦，旁边的这个可以移除。造型不同啊！哇，要选哪一个？我先用这个车身，然后等一下用涂装再看看。搭车也差不多。哦，一前翼。就是他了，传说级的。Power 涡轮怎么不一样吗？涡轮排气管在哪？开不出来啊。哇，这台的涂装比较好看嘞。哇哦，好缤纷的颜色。哇，这个好啊，红黑啊，马丁队的，看下主色调可以改哪边啊？这个好了，色调呢？哦，就是它的尾翼。扰流板有什么？91大型一致，改太大了吧？这个变速箱，还有车窗，哦，车窗在前面。是哪里啊？前面它的挡风镜可以拆掉，拆掉然后可以再做个挡风板，挡风板，挡风板下高式的挡风板，下高式好了，来改完了，试车去吧。哇，超帅的！
快哦！哦。哇，急刹可以哦。上去，哇哦！居然缓速了，好了，各位，车子就要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？我是酱哥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